I need time to do that.38级，这个应该我打不赢。我好像打到了什么奇怪的敌人。哦，贴来看看，军帽吗？不是，如果军帽的话，我就立刻下线卖账号。贴到8591。对啊，明天就 TD。太无情了。太无情，这个东西好烂。他的难得他速度，他强度高，不是很烂。卡卡如果打到军帽50万，收不收？再看。啊？再看。暴击几率加4.2，这个算不算高？做法器？还好，我觉得是啊。因为我觉得暴击几率很难撑，就是纯面板的暴击几率。我现在只能靠技能的被动去撑那个、啊，所以手套好像一定要暴力。手套、手套跟戒指，好像只有这几个地方可以撑的。哦，哦，我的手套暴击几率加9，很高的。哎、欸，对啊，你这个是法器，但是它却有暴击几率。对啊，加四应该还不加4.2，我觉得还不错、啊。816。但我其他就看不懂。你应该不需要力量，你可以把，我觉得这可以把力量洗掉。Not ready yet.对，妈的，我后面变成四个人，他妈真小，我打飞机的，你后面变成4个人，5个人，他们是爆发来的，是不是？啊？我打到那个你们打到好的飞机，那我后面跟了5个 NPC， 6个，他们是外挂吗？脚本间距，看间距。我们刚刚起起来，有点忘记了。因为他这个基本技能也没有用，就是你的普攻啊，对啊，普攻加伤没有用，大部分的情况都没有用。你开了吗？还是我开一个很绝的？你可以开一个噩梦啊，继续打，看你要开几。完了啊！之前都把等级低的丢掉了。哦，你刚刚路上有捡到吗？那我开一个好了。Not ready yet。我看看。
再打一阵子。看一下哦，美食序号这个好了。Not ready。我去上个厕所，帮我跑一下。好好好，你去吧。直接传，箱子不见了，拆了。这个地层是那个闪电哦，哦，被雷劈的那个吗？对，会开防护罩的那个。我手机充一下电。好。OK。这个真的是很烦。我单就这个两个人还好。对啊，是不用。哎，有个效果。哦，秒冰冻。哇，87级，糟糕，这个我是不太行的。我先处理一下小怪。好。哇，完了，要被劈了。Not ready yet。哇，居然撑下来了！我等回魔用，我只要魔力100以上就有60%暴击率。哇，好高哦！我现在技能爆伤加50%。啊！其实打得动，只是自己能冲。要被踢了，哪一个？哪一个？这个吧，靠腰，我刚看不出来，猜不出来是哪？对。
到底是那个你的那个防护罩还是他给的？好像差的比较大。好像差。那等等就多大的？对对对。对，他的比较大，他的比较大。真正的。我们戴那个维哥的那个防护罩，结果出来哪是两个？看到了。老师被劈了，我被劈了三分之一的血，才发现我站错了。我被劈下是十分之一的血。哇，那你出道是哪一个？他以为他错了。来冰他。哦，水哦。这样直接冰超高伤的。你被冰算是控场嘛，所以你那个什么控场增伤可以吃得到。在这边，你快过来，你快过来。哎，我居然没死。应该是昨天那个副本等级太高。哦，昨天那个四十几啊，惩罚太高了。好啦，起码满不会满血死掉。剩一个。哇！我要吃一个打动物增伤的，真。没有，我都忘记吃那吊水了。哦。哇，好硬哦，这个。把它变脆。哎呀，冰错了。What？ 好。等一下。哇，好厚哦。但是卖包很麻烦，他不能一剑清掉那个神圣的东西。对啊，都要慢慢看。他没有做那种筛选器之类的东西，应该要有一个可以过滤掉不要的属性。数值多少一下时间卖之类的。对啊，要不能过滤，真的是。然后背包那么小，真的。是要嘛，你仓库也给多一点，给个多一点，给多一点。哎呀，我被碰。哦，乱抓是不是？没有晕。不过还好啦，我觉得以前二代那个背包比较麻烦，你还要转那个位置，转那个，因为每个装备的格数不一样。以前物品不一样啊。对，没干。以前二代那个根本就是益智游戏啊，你装的东西你还要去转它。背包危机啊。背包破坏。你就看花那个快一个小时在整理背包，剩四分钟，啊，他居然有吸血，有点麻烦了。不会啊，好，交给你盯他了。哦，可以。我自己一个人打的时候，吸血最麻烦。跟着快点起飞啊！起飞啊！不要让我们在 PVE 上被欺负啊！这礼拜应该可以。应该。我刚被一个九十级的欺负。你现在假日都不能出去了，知道吗？出去。哈哈，你在讲什么？哈哈，假日不能出去。你被禁足了。哈哈哈！大小。你有看过野蛮人被禁足的吗？有。你现在还不野蛮，你要再野蛮一点才可以。哦。你要
等的跟那个跟 Oro 一样。来，对，你有他的一半的可以出门。哦，那可能又有点难度了，我都不知道他飞到哪里了。等你能刷到三刷40层的时候。